唐朝有个叫花婆，名张李氏，年轻时丈夫便去世，她每天扶着瞎眼的婆婆去讨饭，吃尽一切苦头照顾婆婆。婆婆去世后，张李氏便出家为尼。娘子，我病的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相公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什么都不怕。可是我恐怕不能陪你多久了。相公。娘子，我自己的病我知道。相公。娘子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相公，我答应你。如果我走了，你替我好好照顾娘，好吗？相公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娘子，别难过，人总有这一天的。娘子，你答应我好吗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好好孝敬婆婆的。今天怎么吃粥呢？这能吃饱吗？娘，家里快没米了，只够做几顿粥的了。哎，我那苦命的儿啊，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？你留下娘不管了，娘可怎么活呀？娘，您就吃点吧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身体要紧。说得倒轻巧，可怜我的儿啊。娘，开门，快开门！娘，我去看看。开门，快点，快开门！你们？我们是来要账的。张李氏，你借的钱该还了吧？朱老爷，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些时日呢？不行，上次念在你丈夫尸骨未寒，已经宽限两个月了。现在期限一到，赶快还钱。朱老爷，你看家里能变卖的都已经变卖了，实在凑不出钱还您呢。这个我不管，再给你两天时间，两日内若是拿不出钱，老爷就要收房子了。哼，我们走，走。什么？你把房子抵押出去了？娘，我也是不得已。不得已？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没跟我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，你这个败家子儿，张家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媳妇？娘，您别生气，相公久病不愈，家里已经再没值钱的东西了，我就只好拿了房契做抵押，借了一些钱，本想相公的病好了，挣钱慢慢还上，谁知你没安好心，让我这老婆子今后连个家都没有了。娘，我绝无此意。哼，反正我是不能交出这房子，这是我的家，谁也别想把我赶走。娘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要不是你把房子压了，我
着老太婆怎么会无家可归呢？娘，都是儿媳的错，您要生气就打我一顿吧。还不聋，娘，您看，我今天又接了很多刺绣的活。我看不见。娘，等我把这些刺绣的活干完，就有钱给您看眼睛了。我没那福气。娘，您饿了吧？我给您做饭去。你别虚心假意了，我就是饿死也不用你养活。娘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讨饭去。娘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别跟着我。走呢？是啊，蒲公英无论飘到哪里都会迎风开花，只要有土地就能落地生根。哟，这么漂亮的小娘子怎么和叫花子坐在一起啊？快起来，别碰我，我就是叫花子。真可惜，真可惜呀、啊。老太婆，这是你的女儿吧？给你10两银子，你收好了，你的女儿归我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亏待你女儿的。拿回你的银子。啊？拿回你的银子。你个叫花子，真不识抬举。姑娘，这几匹丝绸你拿去做衣裳吧，看你的衣裳已经这样破旧了，哪里配得上你的俏模样啊。多谢公子，只是小女子武功不受禄，公子还是赠与他人吧。嗯嗯，这小花花还真有福气啊。你不过一时贪恋我的姿色罢了，我情愿跟着婆婆讨饭挨饿，也不会嫁给你的。啊？嗯。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娘，娘！张公子。你看，这也没有能让你们坐的地方。
没关系。张公子，这些日子多亏了你，不然我娘她……别难过了，刚才大夫不是说了吗？老人家虽然眼睛一时无法治愈，但身体已无大碍，今后不要在街头乞讨度日了。可是我……啊，这个无妨，这点银子你先拿着，给老人家买些米面食物。啊，这使不得。如何使不得？你我虽然萍水相逢，却也有缘。何况你的夫家和我一样都姓张，这一笔也写不出两个张字来呀。这、啊、你就不要推辞了，谁都有为难之事。今日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告辞，改日再来看望老人家。多谢张公子。娘，你好点了吗？嗯，好多了。娘，刚才那个张公子又来看您了，还留下一些食物和银子。啊，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，怎么报答人家？娘，只要您好了，以后我就刺绣挣钱还的。啊，老人家，我告辞了。连口水都没喝。老人家不必客气。媳妇，快送送贵客。是婆婆。张理事，张公子有话但说无妨。我想让你们搬到我家去住。搬到你家？那怎么可以？我家老爷想娶你为妻。我的原配夫人因病早亡，此后再未续弦。如果你能答应嫁给我，我愿意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。不，如今我和婆婆相依为命，怎能再嫁人而丢下她呢？这个无需担心，你若嫁给我，今后我一定会像对待亲娘一样侍奉她老人家。老爷，她带着个瞎眼婆婆岂不是累赘？住口，不得无礼。哼，我不会再嫁的。这样吧，你不必急着回绝，还是和老人家商量一下，我等待你的答复。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娘，张公子他……他怎么了？张公子他说要娶儿媳。娶你？我说他怎么这么好心，原来他打的是这样的算盘。娘，他没有那么坏，他是想把娘也一起接过去，好好孝敬您。我可没这福气。娘，您放心吧，媳妇从未想过再嫁。你走吧，今后你再也不是张家的媳妇。娘，为何要赶我走？媳妇犯了什么错？我儿子已经死了，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是不是为了让别人说你贞洁孝顺？哼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娘，不要赶我走。别在我面前装可怜了，你这个假仁假义的妇人。娘，我没有。不要再说了，你给我走。娘，你走不走？你要不走我走。好，娘，我走。娘，我走了，您多保重。先装可怜了，你这个假仁假义的妇人。娘，我没有。不要再说了，你给我走。娘，你走不走？你要不走我走。好，娘，我走。老天爷，告诉我这是为什么。
哭了，你要再哭娘就不要你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，我娘哭吧哭吧，娘这回真的走了。娘我错了，我再不说您就气了。哎，天下无不是之父母，不管怎样娘就是娘，我得回去。哦，等等，是你啊，我正要找你呢。这是我家老爷为您准备的聘礼，纹银500两。聘礼？是啊，那天和你说的事情你想好了吗？这是我给你的聘礼。我不能答应。为什么？我是真心对你好啊。张公子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只想陪婆婆好好度日，尽我儿媳的本分，希望您今后不要再来了。嗯，还望珍重。啊，你真的就这样决定了？我意已决。你娘，娘，娘会到哪里去呢？是走丢了，我可怎么对得起相公的在天之灵呢？可是娘能到哪里去呢？为孝为尊。后来张李氏活到88岁无疾而终。